今天这支影片是教各位如何利用大陆的一个软件，叫做地铁通，教各位如何由地铁通帮你做你的导航。这个软件只要在 APP 下载就会有，完全是免费的。我就在长沙，由高桥北要到长沙火车站一个实际的操作给各位看。买票的话就先点一下，它二号线，我们是到先找到火车站。南站吗？你现在是南站呢？冲啊冲啊冲啊！跳首页，来。长沙火车站，就这个。好的，先选线。选，因为我们要去长沙火车站，人数票数要增加，对。OK。那它就跳出金额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扫码的地方，二维码那边右边出现二维码，扫一下，没有滴到，OK，滴到之后呢，它就会跳出两个，就凭这个去发车，OK，就这么简单。地铁通教学，先找到这个软件，之后呢，开了，你要选然后你是，选择的区域，看一下有很多区域。之后呢，我们现在在长沙，就点长沙，就看你出发地，选你现在像我们在高桥北。那高桥北之后，我们要去的地方呢？长沙火车站，因为我们要去买电子产品。然后他就会他有会告诉说你哪一种方哪一式种是方式最好最快的，他会每一个当下都会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他车班来得快跟慢，会决定你要的花的时间。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它点进去，他就会哇。广告出现，广告点进去之后就出现广告。等一下。然好的，后他就会他就说，我们告现诉在你的时说，间，高桥北到，要先到万嘉丽广场去转转乘，乘，然后五号线就转二号线，所以你到那个我们现在是坐五号线到万嘉丽广场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找二号线，然后才能够达到长沙火车站。就这么简单。目前所在的是高桥北，那我们等一下就搭2站到。万嘉丽就转二号线往火车站，长沙火车站方向走。人蛮多的哈，车厢人蛮多的。就没关系，以人上为原则。好的，下车之后挤了沙丁鱼之后，下车之后我们就转乘二号线。刚刚那个车厢跟挤沙丁鱼没有两样。太夸张了。应该是有，我没有去找，但这边有电梯。那边也是啊。一样方向。我们现在往哪个方向？哇塞！你就叫我进来。不是在我过啊。来不及。10分钟后才是走了。
特别的是，他会告诉你夏季的时候，他们那个武器你就只会空调，六节车厢你就会比较前。开往马梅西湖西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北平庄市我们即将进站。北平庄市提醒您，请勿靠近站台门，按地面箭头排队候车，先下后上。上车时，请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The train to West Maysville is approaching. Please do not stand close to the platform gate and wait in line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on on the ground. Let passengers on board find the platform gate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on.就是五号线，然后现在是要搭二号线。好了，上了。欢迎光临万家丽广场站。我们要搭两站。我们要去出口出站，请前往小林公园的乘客从一号口出站，请换乘三号线的乘客往站台中部走，出站的乘客往站台两端走。Welcome to Railway Station. Please pull up and let passengers alight first. The door is closing. Please stand clear of the doors.我们从二号出口啊，我们要去的地方从二号出口。习惯还是占右手。长沙这边跟台北不一样，它不会让左边的人先通过，所以说还是一样，习惯的问题。对面也是一样，站着就是这样。出口一和到四号，我们要找二号。先把它这个磁扣拿出来。OK， 就投进去，能投进去，就打开了。往二号，二号，对啊，他们这边好有很多那个出入口啊，都没有扶梯的，也没有电梯的。就要靠你的双脚，不过我们的二号哒哒啦哒哒有扶梯，但是你下来的人就很不方便。这是我们在五一广场那一站吃了一次闭门羹，把那个附近有手扶梯的地方比较少，你就看这样提着大件行李的，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辛苦，重新下来，好了。好的，这个以上是 DJ 亚洲呢，在长沙的地铁五号线和二号线。所为各位拍摄的影片，让你了解在长沙，如果你自由行搭乘地铁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跟在台湾也差不多，没什么区隔。好的，走出来了。对面就是火车站，它有分长沙火车南站，还有长沙火车站。我们现在
所在的是长沙车站。好的，以上影片是实际我在长沙搭地铁的一个过程，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还有分享给你亲朋好友。有你的支持，我才有动力继续拍下去。我们后会有期。